叔叔你好，叔叔，在班上担任文艺委员，可能是脚崴了。你作为男子汉，不应该这么对女生的。你别说他了，赶紧上来吧，去营里找医护。你妈咪呢？抓鱼包。我们的贺先生今天想要什么发型啊？有脚啊，来，左边，我们的小宝，现在像个小姑娘一样，让开一下。哟，没人吃了。妈咪，小宝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，小宝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。小宝。妈咪。你妈咪不在。妈咪，都说了，妈咪不在。妈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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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能说点别的了吗？你想的啊？